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啦。那今天五点半的话呢，原本想说今天应该要花蛮多时间来打一下，就是我们那个一大堆那恐怖敌人的关卡。结果没想到我们的多龙啊，真的是吓吓叫，好不好？那个暂停的那个时间真的有点长，好不好？厉害了，好不好？那打完那个关卡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进化你这边的这个古代种的那个一叉角色了哦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我们可以进化的就是我们的这个。欸，土偶，我靠！等一下啊，土偶要进化的话要，太小啦，要彩虹兽石，我的天，什么鬼东西？哇，这个也是啊，彩虹兽石在哪里？可以让猫咪进化到更高次元的这个兽石啊？彩虹兽石怎么拿？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彩虹兽石是不是那个啊？要用什么东西合成上去啊？你看这边都可以进化，但是就是要又是要寿司，我的天！我靠！我的天！我们来试一下好了。寿司如果这边的话要进化的话，我们先挑这个比较多的好了。这边成长，用十个换成一个寿结晶。寿结晶应该是……哎，不对，这个是紫寿结晶哎，它要彩色的啊。啊，彩色怎么合？彩色是所有的结晶合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好像也不是哎、欸，完了，彩虹寿司怎么拿？各位教一下好不好？教一下，还是有什么彩虹寿司关卡吗？完蛋！我看一下啊，你看这边是进化之后有这个寿结晶啊，但是我们要进化成那个是我们的一叉角色的话，好像是要这个彩虹寿司，好不好？整个完蛋了，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各位。这边要有三个哎、欸，各位要有三个才有哎、欸、啊，那个紫色的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他们进化之后都超帅的啦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这能打飞古代种哎、欸，所以他原本那个猎波可以暂停又可以打飞，有点猛，好不好？而且这边还有这个超生命体跟超兽特效哎、欸，这几只进化真的是妖了个熊。对啊，他也是哎、欸，超兽特效跟超生命体、欸，感觉真的是要打一个那个全新的那个世界那种感觉哦、喔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然后目前来说的话，人类猫咪化计划这个统治古代的猿人跨界，这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好不好？来，走起，看一下啊，统治古代的猿人。哦呦，这是全新地图哦，这是世界树是不是？来跨美姐嘞，哦，跨美姐。连黑色敌人还有那个土偶轮哦，哈哈，土偶轮而已，好像还好。会不会是什么黑色星星、刀疤星星跟那个天使星星合在一起啊？如果是的话，应该蛮恐怖的。哇，这个直轮猫那么强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你看黑色星星来了，呵呵，把它干掉应该就 OK 了哦。不可能每一关都这么恐怖啦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起，他的猫第二只。啥西啊？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，我靠！等一下，但那好像还好，这是什么小啊？我靠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超级星星哎、欸！哇，有点帅，真是太帅了吧！巨星来袭哦，这个好，古代猿人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那这关的话，看起来好像要用蛮多那种就是。打超兽种的耶，因为你看这边基本上前面挡的都是那个超兽种的星星啊，还有我们这边超兽种的这个鸭鸭，我们这边的这个多龙好像就还好，但是它至少还是可以控制住一些这个古代种。哇靠，妖了个修嘞！那请问星星它是什么种？超兽种还是古代种？哇靠，你看我这边全部被星星打烂，看起来应该是得再叫几只。打超兽的角色了吧？这个，哇靠，太恐怖了吧！哎、欸，再一个多龙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多龙没办法暂停那个超古代星星哎、欸，啊，他会一直来啊，那个黑色星星，不是，这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啊？好扯哦，这什么鬼啦？好帅哦，好帅又好扯。这应该就是这一次一个全新的这个敌人了吧，好不好？哦 ，Paul 老师给过，好不好？等待这么久，哇，超巨大猩猩，我的天，哎呦，哎、欸，17%耶，其实有机会耶，其实有机会的。我先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，把那个
超兽种的角色再带上来，把那个刀疤星星给解决，应该就有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就有了。这个，来来来来来，飞脚猫有，飞脚猫有，然后来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冒险少女加奈啊，这边还有其他只可以用吗？改过象山猫是不是也是 OK 的、啊？那这个把好像都蛮重要的、欸、我的天哪、啊，还是二人组下来。好，我们这样走起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趁有我们这个三个小时超级无敌威力 up 的时候，赶快 K 掉这只猩猩，不然这只猩猩有点过分。哇，好恐怖哦！但这关其实好像你只要不要去碰塔的时候，好像就没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之前先叠多一点的猫猫是吧？应该是可以的吧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再叫那个不明白骨猫出来帮忙暂停一下？是不是有这个办法？好、哦，你看有加奈之后，星星一下就挂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古代诅咒，我的天，那感觉也可以再加一只那个黑凯哎。哦，来了，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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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蛮想要知道，就是究竟后面那只星星它到底是不是古代种？那如果是古代种的话，我们现在炸下去应该也蛮爽。哦，可是我们应该要先把这个大眼猴给弄死哦，各位。这大眼猴不能让它活太爽。哇，全死光啦！哎、欸，这大眼猴怎么好像不会攻击啊？哇，它这个还是绿色什么坡是不是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暂停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星星会被暂停，星星会被暂停，星星会被暂停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它是古代种。Nice nice， 我们现在把阵线卡在这边应该是 OK 的哦。快弄死他，弄死他！不要让他攻击。哎、欸，可是他有那个哎、欸，防波动的一些那个防波动的一些能力。哇，我又没钱了、欸，各位。哇，这边随便乱出，看起来会超级没钱、欸。毕竟我们的那个改过向代猫900块哈，没关系，先存点钱，阵线还够长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多用飞脚猫好了，我觉得飞脚猫算是蛮关键的角色。哦，有了，暂停。妈，没暂停到。踏踏猫踏一下。哇，是不是不该出踏踏猫啊？哎呀，哇，我现在整个很犹豫了。哦哦哦，这个很大，这一下很大。先出个这个加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那只那个丫丫给打死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加奈打黑色敌人，又是打超兽种，应该 OK。哇，你看直接把星星弄到超后面呢。上把 ED 炸一下，再炸一下，完了，没有打到火猴，有点亏。一定要打火，哇，被鸭子板子，哇，哭了。哇，鸭子还给我毒击 ！Oh my god！ 我们现在希望这一个暂停能够暂停到那黑色星星。哦，有暂停到，看起来是有。大只星星有暂停到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行不行？哇，好像没有再出刀疤星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鸭子给打死，我们就。我才刚讲完，他又出来了，完蛋啦！刚讲完，他又来了，各位，我现在极力的希望那个鸭子赶快死掉哦。他不死，我们真的睡不着啊！哇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以为他这个下去我们就要赢了，我以为他要倒了，他还没倒，哎呀！哇、哦，好紧张，我好紧张！现在快到我的塔下了。啊，多隆，拜托救救救救！救了救了救了！他真的救了，他真的救了！他这一次表现得很好，他真的救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出那个，哇，哭了！哇，这个鸭子，这个鸭子，哎呀，不是吧？
欸，不是欸，哈哈，要撑不住啦，哇，撑住啊，鸭子死了，快坐下，有机会，不要，哦，赢了。好险，好险！哇，好险！哇，天哪、啊！哇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要那个修有够恐怖哦！统治古代的猿人，各位大家看到了没 ？Polos 公司的努力就在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全新的世界要来啦，各位！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设计的这个全新的这些角色、欸，真的是超级无敌嗨的，太神啦 ，Polos！泽平这边也顺利挑战成功啦，谢谢大家，好险啦，赢啦，白金碎片加一，没问题。哦，还有，我靠！